虎扑9月26日讯，在刚刚结束的热身赛中，广东队以72-88不敌广厦队，次以赵睿表现出色，拿下了16分。赛后，赵睿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，鼓励了一番队伍。赵睿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比赛，没关系的，大家慢慢来，磨合的肯定会越来越好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做自己。2017-18赛季，赵睿效力于广东队，场均得到 11.1 分、4篮板、3.6 助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赛季赵睿更换了自己的球衣号码，从之前的0号改为10号。